2016年9月17号中秋节隔一天，烤全羊大餐正式启动，主厨者火焰大厨，上过美食节目小马。明年变成大妈。明年变成大妈。来拿你的碗来这边哦，排队一下，来看一下怎么用的哦。可以先品尝，之后也上你的桌哦。我先放这边，等一下你们就可以分了。好。好。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哦，哇，棒哦。他撒他的特料特制的粉，那味道就可以那个加分。